我发现我们回不去，有没有放那个储存箱的位置啊？因为我们刚才从窗户跳进来的，要有钥匙才能回去，所以我们就要丢身上的东西了。然后这边我们好像没有来过，有来过，可是这人是刚才那个吗 ？Hello， Hello， 你是不是还？哦，对，刚才的地方。所以刚才是那个僵尸，他爬到这边来。好，我们继续把药草丢掉吧。然后那个密码锁是可以拿东西的样子。哦，好吧，我们先把这个丢掉啊。药草丢掉吧。还是有东西可以放到这边。火药，两种火药。像就一种，好吧，丢药草了。然后这个钥匙应该是，看一下哦，因为像没东西，我们再去探险的话，可能会有道具。嗯，继续走吗？各位，好，先继续走好了。What the？ 是外面还是里面？好，看起来是前面。各位有门，各位有门。先去前面。自身患者，不论你是谁，要是你不幸还活着，这封信已经派上用场。睁大眼睛，注意那些鬼玩意儿，他们的眼睛和蝙蝠一样看不见，光靠听力。只要你不要像白痴一样随便跑动、胡乱开讲话，应该可以悄悄溜到他们身边，或许吧。越慢越好，明白吧？好 ，OK。可是我怎么慢慢走啊？汽车仓库。组合哦，火药加火药变子弹是不是？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木板，这个打他吗？我刚以为是打他会有得到一个娃娃之类的，我靠呀！我被他吓到。不要吓人呐、啊！好多子弹啊！哎，满格了。这个是 C4 啊，这个包包太好了。
羊座这么多箭好轰我走，如果我非如此那就这样吧，我就要自己找乐子，那世界跟着完蛋。然后是这西佛大，只要一引爆就下地狱吧。安葬的猪装进钢制的笼子里，不会太快结束的不好，也许我会给他让我引起那些精彩节目，我会给他一个玩具，然后告诉他杀掉你旁边那个人，我就找其他人。鬼被你的长官，对你真是好警察，就是因为好所以你得死。好，没用，所以应该炸掉那个门，然后进就是过去爆破。哦对 OK 好，所以目前还不行，应该没东西了。好，走图书馆。OK， 刚才那段话就是指这边吧，就是这些僵尸可以不用打的意思，不要乱跑，不要乱开枪。我靠呀！这一定得打啊！这么大声，怎么能听不到？血爽的，叫什么啊？叫屁啊！躺下啊！爬他小。叫我们安静走，就让我跌下去。红色的书本，好，我们检查一下，检查。可以打开吗？哎呦，所以你是不是会起来？你应该是不会起来。各位，我又到了。啊，好累哦。看懂什么了？再过来，好，停。啊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哪里的？这把拿掉了没用，这是。好，好像拿不掉。OK， 所以要想办法把这个拿掉才能推。好，东西。哎，你应该死透了吧？刚才是从那边掉下去的。然后我是从这个门进来的。对，这边还有东西吗？哦，过不去。好，我走吧。
一些木板，然后不能用。图书馆大厅 ，OK。哎，这边还有个门，这个门是这么干嘛的？哦。火药，好，这等以后在哪？这又是哪里？哦，打不开。上方楼层地图，小 OK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解掉吧，这一集就差不多了。嗯？哦，我的笔记本呢？好，这里。好像是鱼、蝎子跟一个水壶，是不是瓶子？应该水瓶座的意思吧。然后第二个拿到了，哦，那待会再拿。我们先回大厅。这钥匙还在 ，OK， 还在，所以钥匙先放回去。好，回来了，终于各位，我们回来了。把门撑住啊！She'd make it. Oh, you know her? Yeah. Name's Claire. I came into town with her. You can get to that courtyard through the second floor, east side. I'm on it. Thanks, Lieutenant. 好，接下来是找客人了。我们先放个东西好了。这些纸呢先放着，钥匙刚弄过了，胶卷、急救喷雾仪先放，红色的书先放着好了，木板先放着，保险箱好像可以开，看一下攻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保险箱，检查。网络是教说，圆盘中相邻的绿灯发光，按法是随机的OK， 懂他意思了。所以是哦 ，OK， 我知道了，大概知道他意思了。是。这一根，OK， 什
西啊？哦，原来在这里。哦，这是这个方块 ，OK。好，然后那边东西好像很多，所以我们把补血的都先放回去好了。这放，那我们再回去刚才的地方。先去拿那个徽章，刚忘记徽章还遗留在那边。好，然后我们先把徽章放回大厅。那走错边了。直接快走到那个小零件那边好了、啊，放零件那边比较快。哎、欸，走过头。好，我们快转。回到那个小房间那边来了，然后把方块放上去。哦，一次只能放一个，哇塞！203，华丽的，华丽的，所以要上，还要一块就对了。好啊，就这样玩啊。208子弹，203比较重要哎。208子弹好像没有必要先拿。一系列的，102是火药，好了，火药可以先拿。208，好，先拿吧。好，走。这边就是刚才我们经过的地方。楼上是，然后这边还不能进去。这边还有东西，好像没有，还有东西没拿。哎，没有吗？
欸，没有。啊，走吧。嗯，那个下面那个怕怎么弄掉？哦，那个门过不去了，好。好了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好，那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频道图上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你就要收到通知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